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陋室听雨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为什么高智商的人都很冷漠，作者水木染，一起来听。忽然间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奢侈品都是卖给那些配不上他的人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加钱才等于他，所以你配不上他。如果你自己的光芒遮住了他，那么你再也不需要他的衬托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大佬穿扮如此低调的原因，一身粗布加一双布鞋就足够了。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不自信不圆满的，因此需要一个外物的衬托，穿上奢侈品开上豪车才能停止腰杆，这也很正常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道不需要再用外物衬托自己了，不需要再证明和解释自己了，不需要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了，就修到位了。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中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笨蛋，不可能掌握真理，也因此一生都是被别人收割的。世界上 99% 的人就是整天都在想不劳而获，就是喜欢短平快的刺激，就是不爱思考，就是肤浅。而商业的本质就是用这些人性的弱点赚钱。当然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，那就是你自己必须先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，先成为那1%的人。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人性中穿梭自如，诱人深入，将那99%的普通人一网打尽，整个过程轻松洒脱，没有一丝执念。所以赚钱也是一种修行，是为了去除人性弱点的过程，是为了让自己心性越来越成熟圆满的过程，否则你自己也会跟着沉沦进去。那么商业最大的道德是什么？就是满足人性。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内心残缺，不成熟，不理性，不爱思考，他们像巨婴一样整天嗷嗷待哺。你能满足这么多人的需求，并且能让他们相安无事安分守己，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，甚至是一种功德。对于芸芸众生来说，如果他们一直在享受商家抛过来的各种诱饵，比如短视频、娱乐节目、游戏等等，那么只会更穷，更被收割。只有极少数的人忽然间醒悟了，忽然发现自己不能这样沉沦，开始学习思考，长期主义，才能逐渐走出自己的处境。但是觉醒的人毕竟是少数。水木染经常说，一个人的觉醒 1% 靠人提醒， 99% 靠社会的千刀万剐。很多人宁愿借10万贷款去医院整形，也不愿意提升自己的思维和认知。再举个例子，如果把香蕉和金钱放在猴子面前，猴子一定会选择香蕉，因为猴子不知道金钱可以买很多香蕉。我们会嘲笑猴子的无知，但其实我们也经常犯这种低级错误。比如说，把金钱和认知放在人们面前，人们往往会选择金钱，因为太多人不知道，认知不仅可以换来很多金钱，还能换来幸福，甚至健康。人和猴子一样，总是被看得见眼前的小利益吸引，却不愿意去思考他们背后的东西，这是动物的基本属性。而99%的人都保持着这种动物属性，并且乐不思蜀，永远无法成为那1%的人。央视新闻做过一个调查，高考要不要取消数学
结果70%网友赞成数学退出高考，而且下边一片叫好声。这就是大众的认知水平以及公众决策能力。如果我们真的采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去决策社会上的各种公共事务，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。这里有两个问题。首先，数学就是用来把这70%的人筛出去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那些所有被千夫所指的困难都是为了淘汰掉懦夫，仅此而已。其次，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当社会上的大部分个体都成熟的时候，才能把公共事务的决策权交给大众。太多的人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经济坎坷，却不愿意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都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而非在困难面前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还有很多人喜欢用我信命了为借口，不断地找风水大师和算命大神去问路，却不愿意承认这是一种懦夫行为，因为他们放弃了现实中的努力，在困境面前选择了退缩，不愿意再脚踏实地地往前走，却总是期待能够遇到一个大师的指点，就能走向逆天革命之路。这不是信命，这是偷懒，是找捷径，是守株待兔。真正的信命是尽人事之后而听天命。所谓尽人事，就是自己全身心地去奋斗和拼搏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智慧，然后再去破解现实中的困难，最后再把结果交给老天。先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魄力，再有一种不知命位以为君子的豁达，才是真正的知天命。为什么一个熬过低谷期的人会很冷漠？因为人在低谷的时候最容易看清人性，看清世界上的真相。没有人知道他曾经走过的路有多么的无助和崩溃，也没有人在意这个过程。人们只会淡淡地说一句，他变了。因此，人一旦把世事看透了，就会变得冷漠，不是失去了与人相处的能力，而是没有了逢人作戏的兴趣。都说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是跑赢了多少亿精子，真相其实截然相反。精子大军消息很灵通，每个精子都被告知人生很苦，这个世界不知道走一遭。但是总要有一个精子去背向卵子，最后唯独傻傻的你站了出来，哭哭啼啼地来到这个人间。这是一个非常难理解的常识。人生最难看见的东西是自己。即便我们照镜子，镜子里的我们也未必就是我们，因为有一个物理学定律叫不对称原理。那我们如何才能看见自己？只有当自己撞上一些东西反弹回来，这是我们才能感受到自己，才会看见自己。所以看见自己的最好方式是把别人当成我们的镜子，来映射自己的内心。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内心的投射。我们不接纳和不喜欢的地方，就意味着我们内心某个地方有缺失。比如看到别人秀恩爱就反感，往往是因为我们内心缺爱；看到别人炫耀就反感，往往是因为我们不够自信；看到别人很痛苦，往往是因为我们感同身受，内心也有类似的痛苦。当我们看到有东西呈现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觉察自己，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，我们内心哪里有缺憾。别人最惹你讨厌的地方，通常也是你最受不了自己的地方，只是你自己都不愿意承认而已。因此，凡是让你讨厌、嫉妒、
怨恨的人和事都会重复出现，直到你能接纳为止。这其实也是世界在倒逼我们接纳自己。外在一切反感的现象的出现，都是为了让你自己变得更加优秀，就看你能否在第一时间正确的察觉。我们越是抗拒这种冲突，反感的体验就会持续和加剧。当我们反观自己的内心，去觉察自己的问题时，反而就会跟自己和解了，给外界的冲突也消失了。真正的和解是给自己的和解。当我们通过世界反观了自己，看见了自己，完善了自己，接纳了自己，我们就接纳了全世界。这就是北资具足，人到了这一步，呈现的全是爱，照亮别人的生命。很多人在问，做一个好人或者凭良心做事，到底还赚到钱吗？凡是发出这种疑问的人，基本上都是一直不太成功。其实，人之所以不成功，往往是智慧的问题。然而，太多人喜欢把智慧的问题归结到了良心上，这就是基本归因错误。明明是因为自己没有智慧，却总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善良了，这是很多人常犯的低级错误。因为太善良，听上去比没有智慧好听多了，这就是人性的基本属性。哪怕是失败了，也要给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让自己看上去不至于那么失败，至少我还是一个善良的人。这就是自欺欺人，宁可去证明别人的成功是靠不择手段，也不愿意审视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